几礼拜前来交易一届吼，啊，过安尼接近嘞。我来的时阵，啊，我一个朋友，伊是嘉义人，啊，特别为华盛顿 DC， 我写一个 email， 是请来的《自由时报》的写文叫王建宏先生吼，伊特别写一个 email 给我讲，我过伊足欢喜，我终于来到嘉义了吼。啊，我即届过来嘉义，我回去了，我会阁写一张批给伊讲吼，我阁第二届过来了，因为我第一届来了，伊随送我一本册吼，伊最近出版了一本册。啊，我即摆又阁甲伊讲，我今仔阁来啊，伊大概看要阁送我啥，嘿，送我较赞嘞。好，啊，时间是真，可能有一寡限制了吼。不过我想，啊，台湾若要变作咱所期待的台湾，我咱期咱妄想中的台湾，是讲台湾人的家己的国家，安尼就今仔即个现状到要达到到遐。一定是一个革命，就讲一定是革命，较有法度通完成。哇，恁即摆听到革命，好，你啊拜托个，拜托个，哦，革命吼，毋是一定会流血流滴，哦，这点第一，因为我有出版一本册啦，这是大概台湾唯一的一本革命运动的理论吼，这是前卫出版社啊，伫网络台顶个，你有哪会当摕到啦吼？因为我当时甲伊个签约就是。我要予学生囡仔会当免费去摕到迄本册，所以伫网络会当摕到。好，啊，即摆就讲革命理论内底一个足重要的基本原理，就是讲被压迫的一方一定爱想办法讲压迫的迄边是非法的。哦，你讲压迫者若非法的，被压迫者的反抗力、团结力会加足强。OK， 这是一个足。这是一个所谓革命理论内底，伊会甲你讲出来的一个，所以所谓革命，你注意甲看，拢有要讲统治者是非法的，啊，统治集团是非法的，啊，所以咧，何况今仔日咱的统治集团那是非法的，啊，你较会要甲伊讲伊是合法的？哦，这问题就来啊，这问题我想今仔日我要讲的，即个就是讲，什么叫做网络二点零？哦，即大概大家先把即个定义先搞清楚啦吼。咱咧讲个网络个世界，就是恁即摆咧讲个所谓 internet 个世界，哦，网际网络个世界。啊，是安怎解？大家忽然间会想到网际网络，当然好，即摆大家拢咧用网络嘛，吼，咧网络社群啦吼，大家安尼正哩啦。啊，古早是罕罕啊转来，吼，干呐迄个交话，较会安尼直直敲电话，甲人讲话，出个是有代志，较会敲电话。即摆毋是转来到厝里随上网。伫办公室也拢在上网，比如即个网络变作是咱人类社会的一个生活的空间，伫遐咧交朋友、女朋友，伫遐咧跟朋友通信，伫遐咧做政治运动，伫遐咧做生意，拢伫迄个所在。OK， 比如除了伫咱现实的三度空间，佮产生一个空间，啊，迄个网际时代的来临。啊，啥叫做二点零？二点零就是根据你即个。这个啊，电脑科学内底，伊伫这网际时代的发展的时阵，到一个程度，伊开始定义一个新的名，叫做二点零。啊，这个二点零啊，一定就是一个一点零嘛，吼。啊，二点零甲一点零是有啥物差别？啊，一普通就是讲，你若去买软体，软体若打倒出来，拢叫做一点零。啊，即摆来闹修改，我即摆去用用用咧，啊，你遮给我加一个啥，你遐给我，啊，真个无啥好用啦，啊，遮唔对去啦吼，哦，啊，就一点一，一点二，就是讲伊会甲你修改，一点一，一点二，一点三，安尼就入去，迄个讲叫做小的修改，啊，若跳起去到二点零，表示讲有一个足恁啊大的改变，就讲为一点零到二点零，一定是代表一个足大的改变，啊，所以就讲。二点零代表一个社会足大的改变，啊！而这个，尤其伫这个网络的二点零，伊还佫有另外一个意义。除了这个讲是一个真创新，又创新又相当大的改变以外，伊佫有一个叫做平民化。平民化，啊！这个平民化足重要，咱过去咧讲讲人民做主，吴泽东咧讲人民革命，啊，迄拢讲假。迄实在是借人民，啊是来咧增加家己个声势，伊是足尔啊强个领导者。啊，即个领导者，吼，建化拢化人民，拢是为着人民，啊实在拢因咧做头。
拢因咧决定，人民无啥物发声的问题啦。你上届敢来到番薯小猪去解，快去解斗贡献安尼尔尔，啊，杨吉啊解斗姚琦啊含一个尔。你伫迄个决定过程，你拢总无啦，够有影无 ？OK， 啊，即摆二点零的时代，有一个足大的波动。这是你会当用即个科学去证明，就是讲，你即个网际时代的科学会当去证明过去咱遮的。袂当出声的，咱遮一般的平民，伫这个网际时代变作是会当有足大的力量。就是讲，我用一个足简单的，就是讲，咱若讲上界大的册店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成品书店，大概放差不多十万本册啦，哦，差不多十万本册。啊，所以你若要去成品书店买册，你的册若无互摆伫遐吼。你大概无人会甲你买，上叫恁阿公来去叫恁他们阿叔来甲你买两句啦，安尼尔尔。你无啥人会甲你买，迄本册无啥路用啦，你摆袂起，你拢无路用啦。啊，所以咧，啊，世间就是安尼啊。啊，咱台湾出版的册上少嘛超过一百万本，啊，敢若十万本摆伫遐尔尔，啊，但是你准备九十万本要安怎？迄九十万本无啥路用 ，OK， 你讲卖袂出去。但是咧，今仔日的阿妈做。哦，我拢甲伊翻做我阿嬷送，哦，你个话讲叫阿嬷送，哦，阿嬷送见面嘞，摆个册几罐，摆三百万本，三百万本伫遐摆伫遐啦。你讲你成品可能会当摆十万本，过去任何上届纽约上大间的册店，上届摆二十万本，啊，所以剩下遐拢无效。但是嘞，阿嬷总一箱就甲你摆三百万本去。全世界即摆有45亿的人口，伫即个 internet 顶面，尤其伫 internet 有一个叫做足强的叫做搜寻引擎。我讲搜寻引擎，若无即个搜寻引擎 ，internet 都爬袂起来。啊，就是因为搜寻引擎，我你即摆拍字入去，拍讲哈，我想要找迄种哦，教咱安那插头搭的册。哦，你看安那插头搭的，我讲你去 Google 啊拍字，绝对找有册。我讲就是讲，你用这种，啊，你若普通时啊，你讲两插头搭的册，你去成品甲问，伊讲我也毋捌听过啦。你去倒个甲人问，伊拢甲你讲，我毋捌听过。但是你搜寻引擎甲找落去，有，倒一搭，有可能无一定是伫台湾，可能伫韩国，也是可能日本，但是你会找着。啊，所以就讲，这三百万本册，伊个人百百种。咱咧讲是用米饲百样人，百百种。有个人爱这，有个人爱迄，有个人爱迄。所以这三百万本哦，拢总卖出去，拢总卖出去。啊、所以你这个三百万本，这个叫做长尾理论哦，这科学上叫做长尾理论。你讲，伊这个本来敢若头前这高人，吼、哦，连德加摩电动那个列宁啊，吼、哦，拢本来出头啊，拢敢若这个人。即马嘞，遐本来拢做敢若像咱安尼，敢若遐摇旗呐喊嘞。即马，逐个人拢做会当贡献因的力量，啊，因加起来就总和了吼。这杨伟哲教授哦，你这杨伟哲教授啊，你这伊就甲你讲，加起来这边的力量。敢头前变大啦，啊，就是讲人民真正有法度通发挥力量，啊，唔免靠领导者，哦，这就是一个叫做平民化。所以即摆咧讲的人民革命是讲真的，哦，唔是讲假的。所以时阵啊，看摩利化革命甲埃及革命，对，啊，这个你要看袂记者讲，啊，奇怪，会当推翻迄两个足强的独裁者，迄足强的国家控制甲足硬的，啊，佮独裁者佮会当推翻，啊，找无人啊。唔知影怎是领导者，我找无半个头，啊，才会当甲伊推翻。哦、我派记者去查，啊，查咧咧，差不多16个高音啊，22岁到36，差不多32岁高音啊，互相都无啥熟悉，因为网络有熟悉啦。我知影，我你的名号叫阿狗，我你的名号叫啥物咧？啥物咧？阿兄啊，吼，安尼尔尔，互相无一定熟悉。哦，啊，这其中有一个有来台湾台北，感觉住过面哦。这是讲。这个人在社会上，大家也唔捌伊，竟然有法度通利用这网际网络发动一个遐尔啊大个革命，啊推翻因个独裁者，啊，这是我想大家拢知影，这是无所谓魔力化革命。啊，所以你这种个情况，因把这个革命叫做革命2.0，就讲阮这个革命跟过去革命无同啊，过去革命是咱个高人，好来孙中山、列宁，好咱毛泽东都叫啥个？靠有法度通领导，哇、哦，万底啦，哇、哦，那你来切个我啦。即摆咧，怎啊这高音啊，这人大家拢唔捌咧，
都有法度通发动革命，好，这就是理念的。所以我今仔要讲的就是讲，咱的时代已经入来这种的时代，台湾问题最后的解决，就是一个革命运动来解决台湾问题。所以讲，因为有一寡理由，但我无法度通解讲得足清楚。我是认为啦，吼，我认为台湾问题最后的解决，会跟魔力化革命的形式作相像，大概差不多200,000人，大示威。有人看，就爱甲伊占领总统府；有人看，就爱甲伊占领行政院、占领什么所谓瘫痪伊整个现在政权的运作，瘫痪伊的运作。你若会记得这个市民就讲，我当时为什么没有冲进去总统府？伊若冲入去，迄是作是，就是讲，迄是预足难预测啦，吼，足难预料的代志。等于讲，最后解决台湾问题。我相信大概是安尼解决，啊，迄个点火大概是台湾在遐学习，所以你即马看，即个缓和10,000,000人内底，超过一半是囡仔，足侪拢总是台湾在遐学习。OK， 台湾的囡仔的觉醒，自离即个野百合的时代到即马大概是，即个世界学生运动的即个觉醒的周期，伊大概即个时阵是一个觉醒周期吼。啊，台湾其他只。普遍的不满存在，不管是咱的工人，不管是咱的农民，不管是遐什么官产工人，就是讲普遍的不满，因为经济上受的剥削，经济上受的剥削，因的土地去用抢去，这是政治上受的剥削，一大堆社会普遍的会对这个马建国的不满，这是存在。不但是反对的人，不但是台湾人在反对，甘因家己都在反对。甘因家己在咧内乱，啊！在这种的情形下，一个政权，就讲、是、一个什么时阵是一个革命的迄个环境，就讲、是、普遍的一不满的存在，而且这个政权面临想要去改变代志，啊，这上清楚。啊，伊今嘛拄啊面临，我要改什么国民年金啦、啊，要改袂使嘛，啊，就讲要破产啊嘛，要改只什么劳工的迄个基金啦、啊。伊面临爱去改变足侪代志，包括要甲中国的关系，啊，这对一个政权普遍这个不满已经存在，因为不管伊安怎改，拢总有足侪人的不满，啊，所以啥物时阵火要点，拢唔知影。这那革命理论内底就这点就是足，大家拢同意，火啥物时阵点，安怎点，你无人知。OK， 但是那迄个环境存在，啊，到一个某种的时机。啊！若火点起来，啊，就未收水了。OK， 所以大概咱面临的环境是安尼。啊，咱即马倒转来看，今仔日台湾是毋是你看到的台湾是毋是危机重重？我想大概台湾将将要进去啦。我想几月之前陈道山拄着我，啊，伊我讲老的，啊，咱讲遮久，啊，害台湾将将武甲要无去。我这有时啊，足侪人拢讲，强强要无去啊！即下发生真侪人足侪担心，啊，因为担心做啊，足侪人怎啊，足侪注意，注意这时势的发展。OK， 啊，即款来讲，是啊，咱才会无去。我哩这本册吼，你革命运动理念连这本册内底，我有分析三个原因，就讲这一点零的过程内底，咱本来是80年代台湾的民主运动这几个啊，即种。叫你那勇敢，你阿在讲中国党，你阿在冲到教会不得不改革改良。哦，有个人讲，好，蒋介石袂歹啦，人伊到尾啊，就要改革改良，拜托的。是咱台湾人的军头好，就是真甲伊无法度，就爱改革改良，就爱吐袂死。OK， 伊绝对唔是迄落啥物咧改革者，来拜托的，伊绝对是真正战杀咱台湾人足勇的，是蒋介石。OK。你来看，足侪事件，当时的事件，拢是蒋介石做主导的。OK， 好。啊，所以你讲，咱的运动本来是一直爬起来，后生都爱成就，啊，佮拄着阿辉啊，无条无理做个总统，彼时也是一个意外去做个总统。啊，阿辉啊，不管咱也是一个台湾人，利用伊这台湾人的这某种的这个能力，某种的迄个地位。啊！伊有做真侪看袂过咱台湾人个代志。我想伊最近有出版一本册，伊去年12月，我讲伊要出版一本册。伊讲伊是安怎个？迄个时阵，拢会互你讲上帝，拢会讲落来祈祷。伊就讲伊足惊，
伊讲伊真正足惊，因咱无床脚，伊是早晚要爆炸。OK， 伊讲伊是一个惊吓，啊，所以惊吓需要去靠一个，靠一个天空，靠一个上帝来甲伊保庇。OK， 所以恁下当去看下这本册啦。我去年十一月就甲我讲这个代志，我做处理吼。好，啊，即摆来讲，伫这个种的情形下，咱台湾人本来是。应该是占领是一个战略地位好的，要改要达到到咱台湾人出头去好的战略地位啊嘛。啊卡的，你注意甲看，台湾人的运动扯落去，大概是1996，大概是1996，咱台湾人的运动开始放落。二2000，咱阿扁啊当总统的时候，好，大家欢喜甲好，咱个。我还会去小米琴，你台湾变个 We made the history， 好，咱从这里出啊。但是台湾真正咱的整个台湾独立运动一直扯落去，是迄个所在扯到足厉害。啊，是啊，怎会安尼？我想咱爱去检讨。啊，到今仔日台湾局局要无去。我所以是原因是啊，我大概我分析有三个原因啦吼。第一，就是讲咱台湾人无一个即个民族斗争，革命内底是咱台湾人要出头天。咱有一个外来的压迫者，外来统治者在甲压迫。蔡正元差不多两礼拜前电视公开讲，伊讲一个美国议员来我访问，啊，伊我问讲啊，是啊，那恁台湾人是台湾的大多数，占比到90%，啊，卡的政治权力拢掌握在外省人的手内。哦，你甲看哦，马英九，迄不是台湾人哦，江宜桦，迄不是台湾人哦。迄、那个上班偷走去掠着，迄、那个观众毋是台湾人哦。迄、那个看到查囡仔笑甲甲，迄、那个王建先，哇！看到新闻记者迄查细查囡仔个笑甲甲，我伫遐讲好，你安怎创卡个痛快？你看，迄毋是台湾人。OK， 咸鱼王毋是台湾人。OK， 啊，王建先也毋是台湾人。我甲伊看起来，伫只中央只五院内底，因占伊遐尔较大多数。唔是干那安尼尔，恁若家看讲，伫即政府机构内底，即、這个我的即个陈玲兰，伊捌讲过一句话，伊做司法部长的时候，伊讲啥？伊讲，我入去到地台湾，哪想咧？伊讲，恁人民政府职员，我咱即位人遐是认得伊着哦，哦。但是伊甲你讲个啥？哪想咧？75%是哪个？25%较慢慢啊，有一点啊，现代。政治、现代社会意识，走入来，伊较公平一丝啦。